有了有了，明天可以走了。有了有了。多名刑警把女子团团围住，她涉嫌贩毒。东西在这里吗？是水车。警方问女子住哪，想到她家搜查，果然发现不法物品。你包包放着。台中查毒就在大里区一间医院旁边，32岁何姓女子，为了贩毒，同时照顾住院的妈妈，跟客户就约在医院旁的超商交易。哦，帮我拍一下，这风很大，帮他吹走。除了边贩毒边尽孝道，女子还提供顾客赊账的服务，让不少人一试成主顾。从传统安非他命到毒咖啡包，她通通都有提供。警方调查，何女居住在台中市太平区，对外自称小妖。多年前染上毒瘾之后，开始从事贩毒的不法行为。警方说，在住处查到安非他命6包、电子磅秤、手机以及新台币10000多，罪证确凿。何女为了能够监督物品生意，她又打起歪主意，趁着照顾母亲的时候，跟客户约在医院附近。全案讯问后，警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，检方申请羁押获准，依法提起公诉。TVBS 新闻陈淑贤、许佑翔台中场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